老外出国怪癖多，荒谬行为让旅伴快抓狂。德国人就是跟他们出国旅游是最烦的，怕我们会迟到，所以他一大早就开始给大家打电话说：“你是来了吗？起床啊！你是来了吗？起床啊！”你为什么不把电话线剪掉？因为他们觉得我自己安排是最精准的。你是不是很讨厌德国的朋友？是有一点不狠呢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